匙有一么一大堆，我们从来没有去理过那个钥匙放在那里，他谁租他去拿我都不管的。他开始就逗我跑到我那个厂里面，这个钥匙怎么给那里去我都不知道。没有经过你们同意吗？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经过。如果经过同意，拿什么吃什么，我们都心里都很舒服的，不是鬼鬼祟祟的。厂房的事情是这样的，这个时候我公正讲一下，我的儿子原来是大学生参观，2014年没有工作了，我们自己有个厂房在四楼，我就给他，我让你四楼你自己做，他雇了几个工人在那里做淘宝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儿媳妇经常去，因为我儿媳妇的是教书的，是个老师，他的学校经过我这个厂房，他经常去，估计这个时候呢，他拿了配了一些钥匙。为什么？他的配钥匙的目的是什么？他方便一点，可能他也经常进去的嘛。我觉得这个还是没有什么问题，也就是说即使他配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也没有问题，那个厂房也没有什么大东西，全部是公开的。他那个钥匙是跟我儿子没有做生意之前就配好的。那你觉得他拿这个干嘛？我当时厂房做好，我把这个原来住了的房子的东西，有一在那个大箱，我都是买了一箱那个衣服，在那一箱全部也给他拿走的。衣服都拿吗？多拿的，我的41年了，全部衣服基本上就是现代的了，三个那个大箱，两个橱，基本上没有了。我曾经问过他，他的意思呢就是说，他为了照顾这个婆婆，婆婆们比较节约，然后破裤子啊、破衣服啊，都在那里穿。因为我们家庭条件还是蛮好的，他呢就把这些破东西甩掉了。他给我讲过这句话。他有去动过东西，但是为了帮婆婆丢那些旧的东西。哎，没用的。他这个解释你能接受吗？当时也没什么反应，因为他丢的东西嘛，确实也不是很重要的东西。